就礼物是困困，跟我一起升起火了。哈！使用时请将缺口朝上。这也太难了吧！我怎么没有绑头发的呢？就给他这样子。我们有需要放一根大根的吗？大根的哦，稍微大一点的。太大我怕它灭掉，因为它没有那个空气。你看，我怕它没空气。这已经烧起来了耶！要水烧起来，烧滚吗？对，水要烧滚。还没，还没。你们还劈柴啊？啊！你们有砍过那个柴吗？有，超赞的。我一根都弄不起来，大根的弄不了。要帮忙吗？好，你帮我们弄一下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是男生比较有力气。就这样。好。火烧的成这样对吗？我怕水啊。可是那个水壶它，我需要帮忙。怎么挑个烟最浓的地方劈？我需要帮忙。哎，小月哥，你们那一组需要帮忙哦。我们 GG 了。小月，小心你的手。没关系，我是坚强的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可以，你小心一点，你远一点没关系。他的那个燃点在他的头，在这。我们的火刚刚好像有点大哈。我刚刚拿掉大的，然后他刚刚火冲上去，烧到那个头，把它转边，坐一下吧。对。来了来了，小英，好，我了，不是很。第一个烧起来的，好像关键不是，哎呦，小心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烫到了，烫到了，你小心！你先进去冲一下那个水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那时候觉得微微的丢脸，就想说太笨了吧，